应该是会配合国民党团的运作。嗯，那现在韩江配的部分您怎么看呢？我没有什么很大的意见，支持吗？哎，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搭配的组合。那在委员会招委会没有可能蓝白合？委员会的招委蓝白合啊？你再问清楚一点，你的意思是怎样？就是委员会的招委会招委。这个我不确定。哦，是不是不权了？您的党权是不恢复了？还没恢复。最近恢复没有？没有。怎么会傅昆萁有意也想要角逐这个院长的位置？你说怎么？傅昆萁有意也想要角逐院长。我有听说这么讲。那他有跟你联络吗？有来电话拜托。拜托什么？大概聊什么？他没有聊什么。啊，我们都是老朋友啊，那主要是想，那我们听得懂意思啊，好不好？不要话讲得很明哈。支持韩市长还是副委员？啊，支持副科技院长的部分。这个问得很敏感啊。那江启臣是一个怎么样人选？很不错嘛，他能力什么各方面都很强，形象也非常的好。我们就跟着党团一起做决议，这样。嗯，再想想看啊，还有时间。确定人选啊，我还不晓得确定。参选后才要决定。啊？还是参选后才要决定？再看看，好不好？委员之后在立法院的运作上，就是跟随着会加入国民党团的运作。配合不是加入啊，这个要分清楚啊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谢谢大家。去跳跟市长跟张委员。当然有啊，还是会挺傅昆萁吗？啊，有改变决心要挺傅昆萁。这个问题哈，保留空间啊，以大事看怎样了。心意决心。不是不是，要赢最重要。好，谢谢。会跟国民党一起团进啊？跟国民党一起团进团出吗？大家投谁就投谁。你问得很敏感，原则是这样啊。傅委员有做东宴请蓝委吗？我不晓得。那谁说会决定会赢？刚刚说赢最重要，谁最可能会赢？民主。协调好都会赢。那傅委员什么时候打给你的？啊？傅委员什么时候打？哦，好久以前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政府院长选举还要聊其他吗？没有没有没有聊其他。